大家安呐、啊！聊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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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聊聊天时间，大家安安。好久没有聊聊天，趁着大家开学来聊聊天。哎呀！第一次看聊聊天的安安啊，聊聊天的规则很简单啊，凡是已经特别提过的就不会再提了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明天有没有直播？有啊，平常都会开台的，固定开台时间，没有意外就会开，有意外也会有公告。其实 YouTube 它开台都会有那个、啊。就是你看我影片下方的资讯，其实都有那个我的直播的 link， 就是它的那个 link 连接啊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只要点进那个连接，你就可以稍微看到就是直播前的那个画面啊，进场画面，对啊。那如果我休息的话，你 FB 可能会看到，或者是YouTube 社群可能会看到，那至少直播的画面我也会改，就是改成休息，对啊。像上次去香港的时候就改，就看到有一些小小客有发现，嘿嘿嘿，这个超级小画家完美的呈现这个休假的原因，连我都佩服我自己，呵呵。哎呦，等我一下哦。安安呐、啊，大家开学喽！开学喽！其实还好啦，我以前好像比较是国小吧，还是国中，就还蛮期待开学的，因为暑假放到不知道要干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那以前那个家里都还好啊，好不好？也没什么好玩的。但现在你们可能就是手机玩翻天，那个时代不同，那时候没有什么手机玩翻天的事情，对啊，然后电脑也没什么在玩，就会变得比较无趣。我忘了，好像那时候好像是电脑坏吧，我忘了，反正就是有曾经记得有一年的那个暑假就过得，后面的时间就过得很无聊。每天都在吃喝拉撒睡混吃等死，就还蛮期待那个开学，因为开学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嗨，对啊，还蛮有趣的。当然，到了高中以后，应该都是希望那个放假期间有没有持续的下去，对。可是我觉得就是转念一想嘛，就是平常放假的时候。别骗我啊！这个很少跟朋友出来吧？你们有的话，顶多也是固定那一团，就不会是所有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开学能够见到朋友，那种感觉也是还不错的。对啊，我甚至到大学也是，大学的时候暑假、寒暑假也是，就是会出来玩，可是就会有一些朋友是都没有揪到，所以真的是。再次相逢就是隔了两三个月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怎么还在啊？嘿嘿，你怎么还回来这市场啊？打架啊？超霸气的，背景音乐很悲伤，会吗？看他有没有弹好一点的。我很喜欢听吉他还不错啊。现在又在找，太累了。平常都是找这种吉他的轻音乐，觉得还蛮好听的。这种也比较不太会有问题啊，免得等一下有一些版权争议。那我找一个，
这样的 BGM 太大太小声可以跟我讲，好不好？你们的嫌弃吉他换乌克丽丽，马上一个换，好吧？没问题。哎呀，聊美术，我又没什么好聊的。美术，我都是超级废物。之前不是有跟你们讲过美术的事情？国小那个成绩不是那个成绩单，就是写甲乙丙丁。我忘了有没有会写，会写优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最多是甲，对不对？甲乙丙丁戊，那、我就美术拿到戊啊，因为跟老师吵架，呵呵拿个戊，超白痴。然后上了高中吧，高中好像还有美术课吧，就虽然很常常都把是被借课拿去考试，但是还是有美术。那美术通常都是三次上课，或者是一个月的上课才会要交出一次的作品嘛。因为画画当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画出来的，就是每次上课那50分钟你就画一点什么，下次上课来就拿好自己的图继续接着画。然后我跟我朋友都马上每次前面都在那边玩啊哈啦啊那边闹啊，然后最后的时候才一口气把它画完。因为就很白痴啊，我的美术就很雷啊，我不太画，就还好啦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天赋，开心就好。因为背景怎么都不会换啊，我调10分钟啊，10分钟会换一次背景，我之前都调5分钟，那太快了，10分钟。噔噔噔噔噔。乌克丽丽哪会悲伤？你们这现在人怎样？听所有的乐器都觉得悲伤了，是不是？乐器很好啊，再听不出来是什么，那我就无言了。对啊，你有骂过老师吗？私底下当然会骂，正面去面对，当然就不会骂，因为没有用啊。不是你要跟人家沟通，就不会是用骂的。所以当用骂的时候，通常是朋友的玩笑嘛。哎，这个雷暴啦，你在干什么？搞屁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要真正解决问题，就不太会是骂的。尤其是又是对方长辈，你当然不可以用这种骂的方式啊，对吧？可是我以前就直接上大学的时候吧，直接就是跟老师沟通，因为我就觉得老师教课教得很烂啊。我的结论就是这样，我抱持的目的也是这样，但我就是相信着，好吧，我还是相信着老师会变好，所以我就跟他沟通。那沟通的结果呢，就是知道，哎呀，那个老师，还是教得很烂。不过简单说一下，他把很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，然后会不断的再去类比这个东西，比方说讲一加一等于二，讲加法，那一加一等于二，那接下来讲二加二等于四，再讲三加三等于六，就是同样题目一直讲，然后讲到后来你就觉得，啊，那为什么还要再继续讲？是不同的东西吗？啊，一直在那边教，然后那时候教微积分，然后又一直这样重复，我就是超崩溃，我就跟老师沟通。然后反正就沟通未果，对吧？我觉得其实这种东西还好啦，因为老师教的不好，你就自己去学，自己去读就好了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也是啊，就是跟朋友自己去读，上课我就不管老师，然后照样成绩，哎，奖学金，谢谢，每次都要 Q 到，对吧？这以前有讲过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少人会这样做，但是课前如果有预习，先预习。真的会差很多，就是坦白说，你认真去看看课本，去算题目，其实不需要老师，你应该也是可以感受个大概，甚至就是可以做出来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那你上课再稍微听一下，你就会懂了。只是当然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做嘛，呵呵，对啊，课前预习，那谁会这样做啊？我真的到了大学才这样，谁会课前预习啊？好吧，如果这边有那个学霸，就是学霸，不好意思，学霸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可能会，对，但正常一般我们这个小狒狒都不太会，
但真的课前预习、课中学习、课后复习，这个说法真的是很厉害的。你真的做到，你成绩一定会飙高。对啊，想想有被记过或警告吗？记过我忘记了，应该没有吧？警告好像有啊，警告就是那个很白痴啊，你就上课迟到就有可能会被警告啊。对啊，这有你知道有时候上课迟到真的超无言的啊。我高中的时候都是搭公车，所以其实蛮长都会，就是那个时间是准的，只是因为你也知道公车它交通状况不稳定。我平常搭20分钟到学校，下雨天一个小时不开玩笑，真的就是一个小时。那当然学校就是老师也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啊，只是你迟到就是迟到啦，你迟到好像是3次吧就警告是不是，我也忘了，就很白痴。而且我记得现在是不是啊，就是高中迟到你早自习没到，那然后你就要中午去罚站，我记得以前好像就这样，超白痴的、欸、我完全无法理解利用午休去做惩罚的事情。就是如果是午休太吵闹，那你被叫出去去罚站或者是打扫，我觉得这我可以理解，因为你自己不睡啊，你不睡就去，你不睡觉还捣乱大家，你当然就是去罚站，我觉得这很理解。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我早上迟到干中午屁事啊？欸，午休是多么一个重要的事情，你不让我睡然后去那边罚站，超莫名其妙的，我完全无法理解。所以我就觉得那种早上迟到或者是因为怎样的事情缘由，然后就跟中午无关，就可能你顶嘴啊或作业没交啊，然后中午去罚站啊或者是怎样，我觉得超莫名其妙的。我觉得这一点逻辑都没有啊。对啊，可是就是在学校他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只能午休罚你，他不能下课罚你。我的下课是指放学，因为放学罚你的话可能就会有回家上面的一些问题，对吧？啊，提早上学也不太可能，所以他就只能透过午休来惩罚。只是这样的一个你知道吗，就是还是很白痴，就我还是没办法理解。对啊。嗯，我觉得就很霸气，迟到3次警告1次。就那时候消警告好像就是要做这些劳动服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很搞笑。放学罚，因为放学罚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在啦。对，那午休你毕竟还是都在学校，那就一定可以罚到你，就只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很白痴。对，说香港学校迟到明天早上在某小时到学校，或选择中午午休罚站。我觉得用选择的方式就还蛮 OK 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自己选择你隔天要提早到去做劳动服务，还是选择午休去罚站劳动服务，我觉得这还好，因为你是选择自由的选择，毕竟你做错。但是强制性的就很白痴，然后又跟午休无关，然后你又很想午休，这点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，对吧？只是学校嘛，有时候这些制度就是还蛮霸气的。感谢超级留言，巧克力，你最差的是什么科？就英文吧，应该是吧？就上了高中之后，英文就很差。上大学也是啊。大学英文也是很差，就是语文类啊，语文类我觉得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跟短处，只是我觉得语文如果学得好，还蛮吃香的，因为都会用到啊。因为人跟人之间靠的就是沟通嘛，沟通就是讲话啊，对不对？你讲话讲国文，你可以这个引经据典，讲起来的感觉就比较不一样啊。你可以带一点英文，哎呦，那感觉也不同。对啊，呵呵呵，很霸气。对啊，像我出国也是啊，出国有时候都很排斥啊，都还是用破英文在跟人家沟通。
超破的英文。其实网络上好像也有一些 app 是可以翻译的，就是你讲话，然后它会翻译，然后它也会说出来。对，也有市面上之前也有卖一些翻译笔，就是你讲话，你好吗，它就自动翻 hello 出来，对，就还蛮酷的。翻译笔那个好像都还蛮稳的，我那个之前有买，我这个好去年吧，要去日本的时候就有订那个翻译笔，翻日文的，然后结果没想到它延迟到货，延一个月，我去回来之后才收到货，超白痴的，就没用到。但是那还好，因为总是会还有机会再去的，对啊。但那时候我就有去尝试很多的那个 app， 就是翻译的软件，就很白痴，就是那翻译出来的其实都不太行。因为那时候我要去那个吃寿司，点生鱼片，我就是跟他讲说我要吃那个刺身，对，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讲鲑鱼刺身，然后翻译，然后他翻译出来的日文，我直觉看就觉得怪怪的，因为有一些汉字在。对，然后我就又把那个他翻出来的再回去反 Google 成汉，就是繁体字，然后就发现他是什么裸体的鱼什么的，反正就是裸体的什么，就是觉得这好像绝对不对啊。你看有没有拿出来给师傅，然后师傅觉得你是不是在性骚扰我。所以那种翻译的都还是要谨慎小心，如果是翻译笔或许可以相信，但是翻译的软件可能你要知道还不一定是那么的好。超白痴的。真的超奇怪的翻译，就是莫名其妙。然后后来因为那种我去的那个店，就是你要去他的很多几乎都是片假名，就不是汉字的菜单，然后也没有英文，所以我后来还是跟那个师傅沟通，就是我就说哎，那个你就Give me freestyle， yo freestyle， 多少钱呢？比方说1000 dollars freestyle， yeah。然后那师傅就一脸就很懵逼。我想说就是有没有一些历史啊？就日本的那些店，有些叫历史，就是你自己配一些钱给他，比方说假设台湾有一些很高贵的历史店，可能你就是吃个2000块，然后是店长自己帮你配东西，不是你选择，你可以跟他讲说哎，你希望鲑鱼多一点或者什么，他会尽量帮你，对，但是就是由他来配给。然后我就是这样跟他讲，然后他就一脸还是很懵逼，然后只端出一盘给我，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就看他好像也没有在处理我的东西，对，然后我就还是自己随便乱点，超白痴的。那 freestyle 还蛮容易理解的吧，就自由啊，自由随便搭配啊。超白痴的。然后我们这次是去香港，去香港就还好，因为讲中文也通，就是香港虽然蛮多的店家或是香港某些人，就是香港有一些人他们也不一定会懂普通话啦，像我也听人家说香港他们不一定能够分辨台湾跟大陆的人，因为他们觉得腔调是差不多的，但像我们自己就觉得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觉得哎，自己人啊，我们自己人没事没事，就觉得哎，是比较是大陆那边的口音，但他们就比较有些分辨不出来。背景音乐又有点小，我刚刚调大声，你们就嫌大，很难调哎，我再调一点点。然后去香港其实就还好，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就是你自己去查一些吃的就可以查到。因为像这次我们去，我们还算蛮幸运的，因为前阵子不是狂下雨嘛，台湾这边也都是下雨下到爆炸，对啊。然后去香港那时候查也是会下雨，我们去的前几天也都是香港也都是在下雨的时候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担心的，我们还甚至还去海洋公园，还要去玩游乐设施，如果那下雨真的很尴尬。结果我们主要的行程都没有下雨，超级 lucky。 对啊，真的还蛮幸运的。恰巧问一下，以前的冰狗王怎么不见了？有啊，都影片都还在，好不好？那个播放清单都可以去看。所以这次去那个香港，我觉得还蛮幸运的。对，就是都有主要行程有避开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小小行程是
就是比较是晚上的啦，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下雨，然后我们就变得比较就哦，就很烦，就不想逛，一来脚酸，然后又下雨，就给了自己合理的理由，就是啊，不要逛了，不要逛，回家回家，对啊，然后那时候妈妈他们自己去开趴，我就自己去找那些店，那也是用 Google 自己去找，找一些好吃的，然后还有去吃那个心太软。这心太软好家在是上一次去香港，我们小小客聚会的时候，小队长聚会的时候，那个有带我去吃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念念不忘，那找都找不到。我们有一天晚上刚好在铜锣湾那里，又是在铜锣湾，我就想说好想吃哦，然后就去翻我 FB， 你知道吗？去查到底是吃哪一家店，然后就查到，再去吃一次，爽。对啊，超霸气的，还不错。海洋公园蛮推荐大家去的。就是以游乐园来说，好玩的游乐园来说，海洋公园我觉得香港海洋公园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像台湾主要就是六福村嘛，跟高雄那边的那个剑湖山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，我就台中的那个力宝乐园，现在叫力宝乐园嘛，对啊，就也都不错。但是我觉得香港有一些游乐设施就是很嗨很刺激，但是他们那边就要排队排很多啦，呵呵，因为比较多人，对啊。哎呦，台湾好像就比较还好，现在之前去六福村的时候就没什么人，尤其你只要避开那个人潮的时间啦，就人数就还好，对啊。然后香港的海洋公园好是好在它一来它有些游乐设施台湾没有，所以就觉得别具特色。然后呢，它海洋公园里面还有企鹅馆，但企鹅很可爱是一回事，很重要的最大一回事。还有另一点就是因为很凉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去，哇，大热天，这个都狂流汗。原本还下雨，然后就没有下，超热的。然后要排队又更热，就很累。然后去企鹅馆一下，去企鹅馆个十分钟。一开始去你就觉得冷爆天，可是我觉得其实那种不会感冒，因为通常感冒你是去很冷的冷气房嘛，你流汗，然后去很冷的冷气房，那可能就会感冒。可是企鹅馆它那已经不是叫做冷气房了，那真的是极地地区，应该就是十度以内，所以我不知道耶，反而身体的那个机制就是虽然你流汗，可是就是不会有打喷嚏，不会有感冒的 feel，就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feel， 反而且去玩十分钟，你就可以出来一个小时，你都不会觉得热，因为整个身体就已经冻住了。猴塞雷啊，对啊，很厉害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而且企鹅超级可爱，超级萌，很可爱，超 Q。他们香港的企鹅特别会动。其实你去不同，因为像我出国有时候会去逛一些那种，这种算是动物园吗？对吧、啊？那就可以看到企鹅。而且像台湾的，我觉得木栅动物园的企鹅是最不太会动的，就他们都面壁啊，面壁，然后看那个镜子有没有，就很霸气，几乎不太动。对，然后会动的可能就那几只一直在那边游，但是不会轮流。但是在香港他们其实就是有点轮流，但也会有一些是在放空发呆的，甚至肚子躺冰，超可爱。对，但是就很霸气。然后我之前去日本也有去那个看企鹅，日本企鹅就但是我去的那个地方啦，因为毕竟企鹅馆那么多，我去东京我忘了是哪里的企鹅馆，就很白痴，他们那个企鹅超会叫，一在那边啊啊啊，从头叫到尾。我在香港完全没有听到他们的叫声。香港其实它那个企鹅馆也是有一点可以自己，就是你只要手机拿高，就可以跨过那个玻璃区，就可以直接照到他们。对，就你甚至简单来说，你就直接甚至丢东西都可以丢到里面的那种概念啦，它没有完全围起来。对，所以那个气流是一样的，就是所以真的会蛮冷，然后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叫声，还蛮可爱的。
好玩。对啊，你说狗脚都不理我，都不理我，是你们不理我吧？我在跟你们聊天，然后你还都不理我，傻眼 ，QQ 泪哭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机会都可以多出去走走啦。你们还小，但还好。嗯，小时候也是算是有点小 lucky， 有出国的几次的经验。可是到了高中，国高中也都没有，好像也都没有去。大学好像也只去过几次，然后再来就是避雨，自己存钱，自己花，自己去嘛，对吧？我觉得没有出过国也还好，你说真长大自己有赚钱的能力，对不对？靠着自己的钱出国，哎呦，那感触更深，更好玩，对啊。所以香港我觉得还不错，有机会说不定都还可以再去，而且其实还蛮近的，对啊。这一次还有去那个澳门啦，第一次去到澳门。可惜没有到那个赌场，因为那时候推着行李箱，然后我们行程又比较赶，没有进去稍微看，就是其实也没有想要赌，只是想要知道他们玩一些什么东西，因为就是一种体验。但我怕我赌了，那直接对不对？赌神降临，那还得了？直接被黑名单，我会怕，我真的会怕，对，会怕，所以没有，但是没有进去到，还是有点可惜，嗯。香港那边澳门超多赌场，澳门他们其实就是很多豪华的酒店，然后那些酒店里面，酒店其实就是旅馆饭店的意思，在香港澳门他们称叫酒店，台湾酒店比较是不一样的称呼嘛，就是其实就是饭店啊，我们的饭店五星级饭店就是他们的五星级酒店，是这样的概念。对，然后他们的酒店其实里面都会有 shopping mall， 就是购物中心，然后跟赌场，还蛮酷的，只是就没有去 体会到。澳门的甜品没有欸，就只吃到蛋挞，是不错吃啊，有不同的口味，不同的 feel。 对啊，嗯，会瞬间输光光？不会，我觉得有机会还可以再去。你知道我甚至有点打算拍一部影片，讲一些港签的东西。对，虽然你们不太，目前暂时还不太会用到这种东西，因为出国才会用到。只是就是希望可以引发一些想法。反正这个签证的东西真的超白痴的，真的超智障。我再看，如果我有时间有机会再拍一个影片，然后去抗议的东西，超白痴。但是这次去澳门真的还蛮有趣的，不错不错。然后这一次去澳门香港啊，其实只有一次被粉丝抓到，然后而且还是在澳门，而且还是在晚上，我们去吃一间吃到饱的餐厅，然后在那边夹东西，夹到一半的时候，就一个小弟弟就走过来问说：“请问你是巧克力吗？”然后旁边还有他的爸爸在，我就呜，然后就跟他讲：“哎，然后跟他拍个照这样子。”不知道有没有在现场？应该没有啦。超酷的，就是在居然是在澳门，然后而且还是在餐厅里面遇到，还不是在就是像海洋公园，我就还蛮觉得有可能会遇到，对。韩国也有遇到一个弟弟，就是他一直捂嘴，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正式还是因为玩那个，因为这时候在玩很刺激的游乐设施，我不知道他那是在呈现紧张还是怎样，但有跟他稍微哈拉，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只有在澳门的时候遇到，就是直接来，我觉得很酷，大家如果在外面有看到，就可以直接打招呼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对，可以的，只是大众脸很容易。很容易遇到，哎呦，那长得好像巧克力，那长得好像巧克力。但如果你真的遇到，我会承认的，没事。可以的，很可以。有在注意巧克力，有在注意韩团吗？还好哎，对韩国也还好。之前有因为工作去过一次嘛，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触。那时候也是有查到不错的餐厅去吃，就也觉得还 OK， 就也不知道还 OK 啊，就还好。完了，越来越扁了，就可能口味的关系吧，就觉得台湾也有很多好吃的，对啊，就还好。不过那次去韩国太赶了，就只有一天晚上，下午晚上可以去逛，所以能够逛的真的很少，因为毕竟那时候是去工作。像这次去香港就真的是去玩，就还不错。我们的
胖妈妈旅行团、猪妈妈旅行团。对啊，这哎、欸，真的很难得。从认识妈妈以来，也没有过很久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通常应该要这个感情越来越淡，对不对？越来越不熟。但是呢，地球村网络无国界，让我们都可以一起嗨。然后明明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一年还见个两三次、三四次吧。每次见到他就哇，妈妈好胖，呜、哦，妈妈好胖。对啊，就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还有机会这样一起出国，很不错。也蛮希望，之后可以再跟妈妈去别边玩，各种玩玩玩。有人说来马来西亚玩，其实之前有在计划去，就是如果你有订阅成为，就是那个 PayPal， 不是 PayPal，PayPlay 的那个订阅成为小队长，我们其实都有聚会，对啊，就一年可能台北一次，台中一次，高雄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没有高雄？可能我没时间吧。然后之前香港也有聚会过，然后原本想要在马来西亚也办，只是人真的太少，而且马来西亚很大，马来西亚好几个台湾的大小，那要聚在一起也很难，就可能没有，对啊，就看啦，可能就变得不是聚会，就是去马来西亚玩，毕竟有一些朋友在那里，对啊，就是某个二什么零什么零的，那可以去嗨，对啊。都还蛮希望可以去走走啦，四处走走，四处去 play， 四处去玩，好玩，好胜。对啊，妈妈在台东，我不是台西，好不好？我是台中，台中也是西边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台西，没有台西，对，中间一个山脉，整个挡在那。你知道，哎、欸，妈妈真的台东，我说真的，台东真的很偏远，因为。像比方说台北、台中、高雄，我们有什么高铁，所以很快速，甚至还有那个高铁以前都还有那个国内的班机，对啊，屏东不是屏东啊，台东虽然有国内的班机，可是它也只是好像只到台北跟高雄吧，高雄有没有我不确定，但台北有，对，所以如果你要最快速的到台东的话。我要最快速到台东的话，就是从台中搭高铁到台北，然后松山机场转那个国内班机到台东，然后这样子好像要三个小时，搭火车绕一圈好像五到六小时，就真的超级久，超级久。就如果台东那边也有没有高铁的话，可能就快一点，只是这就是花大钱啦、啊。对啊，就希望台湾哪一天有没有台中、台东直达的高铁？哇，30分钟见到彼此哦，那个每个月都可以去找胖妈妈了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感谢超级留言，也代表台湾有没有还是有在交通上面还是有持续成长的空间，但这本来就比较困难，因为。台湾东部的地区就是有山脉嘛，有山脉，所以只要你有山脉的话，盖这些铁路其实都是比较辛苦的，对啊，挖穿山脉，又不是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忘记了，挖山的是什么？跨富士追日嘛，那、挖山的是谁？我不知道，忘记了，如果挖穿这个山脉好像还不错、啊，挖山那种人，那是谁 啊？反正你们等一下会打，我不查了。对，我觉得有挖山的，愚公挖山，哎、欸，对，愚公移山呐、啊，愚公移山。对不起，完了。足以证明我的语文能力真的有待加强，好不好？超级不会讲话，这种都一切超容易忘记了。小小移山没有，小小可以移山，好不好？我们每天有没有大家去挖一下？哎呦，说不定隔个几十年，我们就可以挖通了。超白痴，挖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对啊，应该也有机会啦。我觉得
贯穿的铁路应该会有机会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还蛮期待的，迟早有机会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多多出去玩。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出去走走。像台中，其实我觉得台中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，好地方，很适合居住，空气都很好。可是你说要出去玩，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玩。不过这也就像以前在台北也是一样，台北你看人家要来玩，我也不知道，台北，人家带你去哪里，淡水吧，或者是骑车到山上去逛，对啊，不太知道。巧巧来香港安定，没有，正常都是香港来台湾安定，因为香港的那个房价太贵了，好不好？太可怕了。台湾的房价已经很可怕了，香港是更可怕，香港是2到3倍。那之前有看一些那个 YouTube 拍影片啊，他说哇，在香港的房间就还不错，就是家庭房，大概是3房4房的那种 feel， 3房1厅那种 feel。然后呢，月租多少？10万台币，10万台币。请问10万台币可以在台湾租怎样的地方呢？租大豪宅啊，独栋大豪宅绝对没问题啊。哇，香港的那个太贵了，房价太贵了，很可怕。台湾其实已经很可怕了，香港更可怕。对啊，但是香港但可能地比较小嘛，所以就是人口密度高，所以就是房价很可怕。对啊，加油。而且香港我觉得最困扰的一点啦，是那个交通马路太复杂了。太多的单行道，而且很多的地方哦，很多地方他们马路是就是你可以开车过去，但不能临停。所以像我们那时候去香港，我们有一些行程也是搭地铁，可是就像我说的，还是有一些行程是下雨。对，你们地铁还蛮方便，可是当下雨的时候，你出地铁到我们要的目的地，可能是餐厅，可能是干嘛，其实就还是会淋到雨，或者我们回饭店还是会淋到雨，所以我们就会改搭 Uber。 对，可是你知道搭 Uber 其实真的还算很方便，因为指定地点上车，指定地点下车，爽。但是呢，香港指定地点上车上不了车啊，呵呵，他车开过来，然后就发现这里没办法临停，然后他就开走了，然后就在打电话或打字跟你讲说这里不能停，要到前面，然后我们就是淋着雨，然后往前狂奔，就觉得好狼狈哦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香港天桥很多，它地铁出来真的天桥很多，跟台湾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台湾顶多就是像地下道嘛，但不太会有就是天桥直接通到捷运附近的一些大地标，但是香港还蛮多的，它天桥真的各种通。你知道从饭店出来走个几步路就有那个天桥，然后天桥走个大概5到10分钟才会走到地铁，才可以去搭地铁，这是好事，就代表这么长的路程都有天桥可以走，不会有马路上面车流量的问题，也不会有下雨的困扰，这很厉害，对，这很厉害。只是就是地铁虽然方便，可是如果你要开车的话，就是蛮麻烦的啦。就像我说，你看搭 Uber 都那么麻烦了，更何况你们如果自己在香港有车要开，哇，那个马路真的是乱到爆炸、啊，很多很多单行道，有一点点可以去想成那个台北，我们台北市某一些的地方也是那个单行道很多，就很难走。对，但是其实那都算是还好了，那都算还好。而且虽然那边难走，你要临停都还是可以，暂时停一下让人家上下车，就大家也不太会说什么，就只是会闷在心里，有没有？那计程车有时候啪直接停在旁边。但香港真的就不行。对啊，他们车子很多地方是没办法乱临停的，很可怕。天空小小的还可以啦。嗯，很酷，就去体验他们的这些特色。嗯，对啊，我们在市区逛啊，市区真很挤，很可怕。嗯，
且香港现在的搭地铁啊，我们有几天有几次搭地铁的时间点刚好是落在上下班的时候，哇，你知道那地铁挤着成沙丁鱼一样，超级超级多人，对，而且他们上那个地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像台湾，我们车流量还是会很大嘛，搭捷运的人还是很多，可是我们基本上还是会排队，排成一排，就排很长，然后慢慢轮流上车。香港不是，香港已经没有在排了，他们排是怎样，全部挤在门口，人家下车下来，然后就可能是五六排，有没有五六排整个挤上去？超夸张的，你就讲这门口，然后扇形的出来，那全部人都挤在那里，完全就挤住，然后就是整个挤上去，自己挤，很可怕。但是对日本的沙丁鱼更可怕，对，日本是更可怕。可是日本我记得还是有排队，我印象中啦，因为可能你们看一下 YouTube 影片，应该也会有些人有拍。那我印象中他们也是有排队，但只是最后就是挤得很满，然后还会有站务人员帮忙推。然后香港的话是没有什么站务人员推啊，没有到那么夸张，但只是上下车没有再跟你排了，就是整个唰全面挤上去，很夸张。对，我觉得这点还蛮酷的，很有特色，很酷。对啊，不过有这些地铁其实都算是不错啦，因为方便行动嘛。对啊，只是挤成那样真的很巴结。香港节奏很快，其实台北的大家的走路的速度也算是蛮快的，然后日本也是啊，对，香港还有一个他们的手扶梯啊，他们手扶梯差不多都台湾的 1.25 到 1.5 倍，手扶梯很快，所以你刚去香港，如果你在台湾，我知道台湾有一些人是不是特别不太会搭那个手扶梯，每次要上去或下去都要看很久，对，要多看几下。跟你们讲，你们去香港会更可怕，因为香港手扶梯真的很快，然后你就会觉得，很快就是就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很霸气。香港安定是个地方啊，我不知道，没去过。乱吗？香港不太乱呢，还好，还好，还不错，就只是人多而已，对啊，就还蛮希望有机会再四处走走。悄悄有打算在香港开见面会吗？有啊，已经开过啦，之前今年不就是四月五月的时候就有小队长聚会在那里了，对啊。有机会应该还会再办啦，而且有遇到一些，这次有认识到香港的一些四小巧客，也是别台的 MOD， 对啊，然后他们其实也都算是可以帮忙，就不太会这样子，如果之后香港还有聚会的话，就不用麻烦我的 MOD， 因为我的 MOD 大部分在台湾，对，如果他们要办的话还要特地远道过去，就比较辛苦。啊，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，说不定可以直接在香港再去办。对啊，就一样啊，租个 party room 派对房间，大家就可以嗨，咦呦呦，还可以一起玩 Switch， 耶、yeah ，还蛮有趣的。拍 vlog 吗？我还好哎、欸，我就出去玩，我就不太会拍拍东东，拍拍西西。因为会觉得就是开心玩就好啦，对啊，我不是拍生活型的啊，生活型的就是那是他们去玩也是工作，就是他们玩跟工作绑在一起嘛，但是他们也习惯了，那就像我一样，我就是玩游戏跟工作绑在一起也习惯了，不会觉得玩游戏很有大的压力，因为虽就是不会觉得虽然是拍片有很大的压力还好，对啊，可是反过来出去玩就是开开心心的玩了，所以不太会拍那个 vlog 啊，也没拍，这次也都不会拍，对啊，就开开心心的 play。会来罗马吗？其实欧洲我不知道，台湾应该会有这些憧憬吧，就觉得欧洲特别好，特别棒，
不过你长大以后，你其实看一些很多的新闻，也都会在说欧洲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好。对于观光客来说啊，因为像欧洲他们扒手很多，然后有一些景点已经太多观光客了，就不是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这么的单纯美丽，而是虽然美丽，但也很多人。所以当你会对人挤人有一点就是排斥，然后又会很怕扒手啊、小偷这种东西，那欧洲就是会变得比较可能会让你破灭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在看新闻，好不好？之前很多网络上都这样说，只是自己以自己心里来说，还是蛮希望可以去欧洲走走的。对啊，可是很贵啊！拜托你，欧洲来回机票，光是机票可能就台币5到10万元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朋友说，他们去欧洲玩，那个光是机加酒，好像是机加酒吧，就10万了，台币10万，太可怕了，就恐怖哎。嗯，去南极吗？南极应该不是，我不知道哎，应该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了吧？对啊，而且会冷到爆炸，很怕。但是真心还蛮想要碰碰气的。其实香港有那个行程，香港海洋公园，你事先预约的话是可以去企鹅馆里面，真的在企鹅里面喂企鹅。我这次去也有遇到，就是有看到他们在里面，不过他们都是带着厚厚的衣服跟手套。然后他们的那个行程感觉只是被就是讲解，去了解哎他们的照顾企鹅的饲育员的生活是怎样，然后喂他们，对，可是没有亲手碰的感觉。可是因为我那也只是看个5分钟10分钟啦，因为被隔离啦，他们在里面讲，我在外面，我根本也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，然后看了也只会干瞪眼，只会咬着手帕，可恶，好想进去。所以也没有很了解，对啊，就不晓得有没有真的可以碰企鹅的行程，对啊，如果可以碰的话，我真的还蛮想要的，就是你不觉得很好奇吗？就是企鹅的毛到底摸起来如何，他们的肚子好好奇哦，对啊，很好奇，不晓得是很蓬蓬松松的，还是啊呱呱哎，对啊，不知道，但是其实应该是没有。像猫毛、狗毛、兔毛这种宠物还要来的好摸，应该是没有啦，对吧？毕竟他们还要下水，所以身体的那个毛应该是不太一样的，对啊。只是还是很想摸摸看，我想摸，对啊，超级好奇的。有人有摸过吗？好想摸摸看。啊，晚一点就是 Google 有没有？企鹅的毛摸起来如何呢？很霸气。应该是滑滑的，对，我觉得会滑滑，可是好不好摸就不太清楚了。对啊，还蛮喜欢的，真的哎，企鹅超可爱。我好像是从喜欢企鹅，好像就是木栅动物园嘛，有企鹅的那时候就觉得哇，好可爱哦。在企鹅之前好像是那个熊猫嘛，还有无尾熊，可是我都觉得还好，还好。嗯，熊猫团团圆圆，过气了，真是气了。他说世界无敌可爱，到现在都还没过气。嗯，那个木栅动物园，跟你讲，每天企鹅馆都还是很多人，因为要去吹冷气，还是要去吹凉。嗯，有这个地利优势。对，但是熊猫馆，然后还有那个无尾熊馆就还好了。对啊。熊猫应该还是会去逛啦，那无尾熊就还好，因为无尾熊大部分都不动，完全不会动，呵呵，一天比猫咪睡的时间还久，几乎都不会动，嗯，很霸气。你也洗屏的啊，就叫自己要被 ban 咯，跟你说再会了，洗屏，珍重再见。哎呦，那希望大家开学可以好好加油。对呀，我也觉得 Minecraft 应该要更新企鹅，可是你知道这心情也是，就是会希望有，可是又会觉得有了，大家会不会去乱打？应该还好吧，像北极熊应该也不太会有人爱刻意的去打。对啊，我觉得
那块应该有企鹅啊，它都有了极地的地区，也有这个那叫什么啊？反正就是温暖夏天的海洋地区，还有海龟，为什么没有企鹅都有北极熊了？我在想它会不会是怕说有没有北极熊跟企鹅不能摆在一起？有些好奇，那巧克力为什么那个企鹅那北极熊会不会吃企鹅啊？企鹅会不会跟北极熊有什么天敌关系？这个有点难呐、啊，因为北极熊在北极，企鹅在南极，北极没有企鹅，南极也没有北极熊，但是南极有其他企鹅有其他的天敌，像海豹就是，然后海里也有很多，对，但是北极熊在北极，企鹅在南极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麦块就没有更新企鹅。在他的世界里面，所有的极地地方都是北极。可是我觉得也可以分区啊，就是有没有这些的极地地区，是北极，然后这里的极地地区就只有企鹅，就不会有北极熊。我感觉这样还不错啊。对啊，人都没有，也没有大象。那大象那个模组要太大了，哇，很可能会很可怕。北极熊就已经好巨大哦。北极熊超大了，麦块更大的是乙欧蚁吗？所以其实还是有大的啦，还蛮期待的，说不定它也会慢慢的推出，像 ARK 有没有？到时候就一堆一堆的生物，也还不错。希望麦块出极光，其实你用材质包，其实在极地地区那个夜空就很漂亮啦。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是。疯狂世界 2.0 的时候吧，好像也有拍一些夜景，美到爆炸，真的是觉得那就可以当桌布了，超美。那时候也有拍给大家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。对啊，大家这个不要小看麦块，麦块的美景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，beautiful 啊，真的是很难得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还蛮期待啦，我觉得应该会迟早，因为毕竟像企鹅是可爱的生物嘛。那麦块里面其实就还蛮多的动物生物是属于可爱型的，像是一些小鱼啊，对不对？像是北极熊小时候，那是狗狗动物啊，鸡鸡牛牛羊羊，有很多很可爱。那企鹅也那么可爱，应该有机会啊，我觉得应该有机会。那到时候这边还会有海豹啊，海象，我跟你们讲，海象。超肥超大的，我那时候去那个香港海洋公园也有看到，他那里那时候先看海豹就觉得哇很霸气，跟印象中一样，那边拍度，然后很会听人话，因为他们都有训练，所以那饲养员叫他们做什么动作，他都会跟着做，然后而且狂喂他鱼哦，我以前以为那个。都是做了好多的动作，有没有？做了 一连串指定的动作，然后才喂他一条鱼。没有，香港海洋公园，你知道怎样吗？他往前走一步路，好，喂你一条鱼。来，往前再走一步路，好，喂你一条鱼。然后，翻个身，好，很好，喂你一条鱼。翻身拍一个肚子一下，很好，喂一条鱼。每一个动作都在喂鱼啊！我就觉得他们那个怎么那么会吃啊？啊，一只起码吃了十条以上吧，吃了十条以上就把它弄下去，然后换下一只这样，那狂吃哎、欸，而且它吃瞬间哦，就跪下去啊，我们直接吃掉了，很狂，对啊，然后在那时候再往里面走，就看到海象，海象它是直接在水里，就是没有饲养就在水里，还能看它这边游，超级巨大的，我想它大概有多大、啊？其实你可以有点想象海象，它真的有点可以把它想象成大象在水里，你就想象大象的脚脚可能就换成它那个比较小的脚脚，那种类似蹼的那种概念，然后在水里真的很大，真的是吓死我！那时候一走过去看到，我直接大喊：“妈，你怎么在这？”超大，超胖，比人还大啊！对，绝对比人还大，就是。大概三个人吧，三个人四个人的大吧，很大很胖，哇，超巨大的，吓死人！那我就看到想说，妈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天啊，哇，
颠覆我的观点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以前就觉得海象差不多就是海豹的 1.5 倍甚至2倍大吧。那种看那种影片啊 Discovery 啊空拍有没有，就看感觉那么大，没有，大到爆炸，吓死人。那没有办法摸他肚子啊，那不能，那是禁止进入的。对啊，很可怕。巧克力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小声一点吗？我自己讲话的声音吗？那没办法哦，我自己讲话声音就是这样。你可以把那个 YouTube 的声音调小，其实你可以自己调。对，所以你只要看我的声音跟 BGM 的配合是不是 OK 的。哎，声音大小你自己调。嗯，有人说他摸过海象，那海象可以摸，因为我记得他是不是很残暴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他你看他那么大，然后又可能啊啊啊就撞。对啊，就感觉特别可怕，没怕，还是不要随便乱摸。嗯，海象跟妈妈谁比较胖？你这样讲话，我觉得要尊重一点，尊重一点海象好不好？那怎么可能跟妈妈比？妈妈哎，砰砰砰！对啊，海狮才残暴，是哦。其实以前真的都搞不太懂这几只啊，海狮应该才是海豹的差不多 1.5 倍吧，海象太大了，期待哪一天麦块世界通通有，我觉得有机会是有机会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聊到10:10，十时好不好？十时就可以休息啦。对啊，尊重海象。不要小看我们家妈妈，我们家妈妈世界无敌猛啊，咚咚咚。而且我真的要爆料啊，我妈妈，你知道出门根本就是个就是贵妇，你知道吗？她很不想要搭地铁。就很希望一直搭车，搭他们之前都是搭那个打的，在香港就叫打的，就计程车的意思啊，打的士，他就疯狂打的。然后后来我到了之后就是叫 Uber， 因为 Uber 至少有六人坐，而且他价钱就跟打的差不多。对啊，那但是六人座嘛，你计程车四人座，那多了两个人就很方便。我们一行人出去，原本打的要叫三台，叫 Uber 就叫两台。那重点是他就是一直在那边，每次就是说想要打的，吃饱饭回饭店，想要叫个 Uber， 我就说你就不能搭个地铁吗？享受一下庶民的生活好不好？但是因为妈妈主要是因为她在台东，她都是开车嘛，因为妈妈会开车。台东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，就是很大地很大，所以她通常行动都是开车，所以搭这种交通工具对她来说是不习惯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台北人的话，应该就还蛮习惯嘛。高雄应该也都蛮习惯搭这种捷运，就还好，对啊。那台中我们也有这个公车可以搭，对啊。那妈妈没有，她平常都是开车的。现在到香港，她就打的呀，我们打的呀，超夸张，她一直想要去打的，我就觉得很霸气。对啊，有一天我就是说啊，没关系，就搭个地铁。现在那个 Uber 价格很贵。那个下雨有点微微下雨，然后那个时段超级贵，那个超贵的，我们搭到我们饭店，平常好像就是400台币，差不多400-800台币吧，有时候是800台币啦。然后他那时候因为是加倍价格，2500台币，港币500，港币好像更多，600-700忘了，反正换算台币就是要2500。有够可怕，吓死人！我就说，拜托，这个价格虽然是六个人坐，但是这价格已经太夸张了。2500的车你敢搭？而且也只是搭个十几分钟而已。搭个地铁好不好？享受庶民生活。对啊，因为香港其实那个地铁还蛮方便的，还不错。这次去香港有几个人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很多人。去看妈妈照片，懒得数了。
轿车本来就会比较贵一点啦，而且香港物价也比台湾还要高啊，所以香港的打的本来就是比台湾再贵一点点。不过我觉得那价格算是还可以接受，还 OK， 不会到你叫不下去。对，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拜托这车太贵了，我们搭地铁，搭地铁。对啊，地铁很有趣。对啊，我妈表示钱多，没有，她就只是习惯了。对啊，就像我说的，她习惯开车了嘛。那像我不会开车啊，我不会开车，所以我习惯坐交通工具，或是坐那个坐 Uber 之类的，坐车。我习惯坐车，我不会开车，不好意思。等到哪一天有机会再去学啊，因为这个时间点呢、啊、刚好、啊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学有机会就可以去学驾驶，对，因为驾驶你看他学去驾训班，然后再去考，花一个月的时间，哪有那美国时间去学啊？所以是有想要去学啊，只是就是没有那时间，而且其实转念一想，哎。你根本开车的机会也很少啊！我都在干嘛？我都宅在家里耶。对啊，又不会出去考个驾照。为什么要考驾照？我觉得只是出门玩的时候，哎呦，如果有租车，那可以开车。但是我自己应该不太会打算买车，除非等到好久好久以后吧。那、啊、不然没有开车的需求啊。真的要出去，机车就很方便啦。对啊，要出远门搭个 Uber 也很方便啊。那你买一台车，你还要养车，你 Uber 可以搭个，你买一台车的钱 ，Uber 可以搭个几千次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记得我之前有算过，然后就觉得那个钱搭 Uber 还比较好，搭 Uber 搭计程车比较好。嗯，哎、欸，小，还好啦，我觉得车子啊、房子啊什么的，不用被这些。有形的观念给束缚住，因为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，你不太是在用以前的观念去想，一来物价的关系，二来也是时间空间的关系，现在的科技发达，交通发达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买房也就代表一件事情，你就被定在那里了。如果你工作需要转换工作地点，需要转换跑道，需要出国工作，那你不就房子买了就很尴尬吗？你虽然说可以转卖或者干嘛的，可是那其实我相信你体验过，应该就不太会想要去体验了，就一定很累。我是没有体验过啊，我也是看人家说的，都是看人家说的。可是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绑住的，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去想这些东西，对。但是也不要太享受生活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太享受生活了，月光族，那也不太对。还是要存一点钱，但是存的钱不一定要。一定要买这些东东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存的钱、预备金，那哪里哪时候可以投资自己的时候，哎，就可以投资一下了，就不错了，对啊，还不错、啊。就像我还蛮快，对不对？我也很不喜欢盖房子啊。哎，你盖了房子，你就定点生活了。所以像正义猫猫，我们才会用这样的一些小机制，让我们还是可以用指令传回来或者传出去。不然的话，我玩不下去。你看我生存为什么玩的少，就是玩生存啊，你们就会说不能作弊，不能创造，不能干嘛，可是很累啊，超累的。我以前玩那个 B-Team 就是啊， B-Team 的时候就是生存嘛，累死人了。嗯，就觉得不太是享受游戏，而是为了要拍片然后去准备这些东西，为了拍片而去玩，那好像不太对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想要玩生存的时候，我就弄出这样正义猫猫这样的机制，就是因为我可以很开心的玩啊，我不会有这些压力，就很开心。对啊，啊疯狂世界就还好，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做一个长篇的系列，对啊，顶多就是如果顺利的话，就是打完中介龙就休息了。等到疯狂世界 4.0， 我们可能可以再挑战更难的东东，但是。之前我的生存都还没有挑战中介龙嘛，所以疯狂世界 3.0 一样，从 1.0 的目标就是打中介龙，打到 3.0 都还没打到，希望可以打。其实网络上有啊，那个麦块打中介龙其实可以很快，半小时内就可以打赢了，没办法，还要玩超久，慢慢来没关系，一条命，好好的努力，加油加油加油。
如果等疯狂世界结束，看啦，说不定有机会也可以挑战，因为像很多的生存地图也是，就不是原味生存嘛，就是生存地图。那那些生存地图，它至少它有盖一些东西，有一些目标性，对吧？成就我不一定会全部解，因为成就这种东西我最不会想要解了，累人呐、啊，太折磨人了。但是主线目标说不定可以完成，到时候可以再看看。对啊，毕竟大家也还蛮喜欢生存嘛，就是我会用换一些方式是我喜欢玩的，重点就是我开心玩，你们开心看，那是最关键的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就玩的你们开心看的，我不一定会开心玩，就中断连载了。不然就是我开心玩，你们不爱看，中断连载。QQ， 自己私下玩，以泪洗面。但我觉得还好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方式。像是 CTM 啊，可能有一点类似吧，反正到时候再看啊，因为地图其实很多。以前玩那个穿越时空，我觉得超好玩，可是你们就不爱看，就还蛮可惜。可是那时候我还是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玩，还是继续玩。结果没想到那时候就是档案出问题，就 GG 了。哎呀，然后隔了一两年之后，我记得还有小小哥很贴心，就他追那个系列，他就觉得很可惜，然后他帮我去玩到我的进度，然后把物资。就是差不多的保留住，然后问我要不要，我就说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其实停了就停了，毕竟你们都不爱看，对啊，就比较可惜。CTN 的系列好像就是比较大家比较不爱看，对啊。可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啊，明明都还蛮有趣的，到时候再看看吧。叮叮叮叮叮。想知道乔乔对自己观众年龄层的想法？还好啊。就年轻的就陪你们长大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当你哪一天觉得哦，巧克力影片好像有点无聊，好像有点幼稚，哎呦，代表你长大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就可以去看一些知识型的啊，或者是更棒的频道，哎呀，都还不错。但是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稚嫩一点，玩起游戏来啊，就是现在聊聊会比较多想法，对。但是玩起游戏来，我的玩法就是很稚嫩。我最喜欢的，以前看小说，我从国小就开始看武侠小说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周伯通，老顽童周伯通，我就立志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好不好？活到老，顽皮到老，绝对没问题，好不好？绝对没问题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样啦，下次有机会会再继续聊聊。希望大家开学也可以好好加油。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这个当你们下课很疲累的时候，希望我的影片都可以带给你们一些舒压、一些欢乐。对，那也记得这个功课也要做，不论你是看完影片再做，还是看影片前先做，对，都还是要把功课好好做完，好不好？好好加油啦！那么呢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